我最怪异了。怪异有嘞，还要玩嘛？他直接把人家推出去啊！OK， 今天我们再延长14天，说我必须要剪头发，我头发很糟糕，不能他剪，你会帮我剪。不过我帮他剪他的头发，剪了过后才剪自己的头发。我又不能，我头发我要剪，我又不能剪短。哎呀，慢慢来啊，慢慢来，我们再一个一个来，就帮他剪剪。你到后生正确咩咧？唔系我头生但系行网啊，正确啲啫。我个桥丝好嘛，不要卷起来，直到加一坨诶。有一个问题啊，我看不到我，全部是黑黑的哦。那你要来黑暗的地方吗？剪又怎样啊 ？Oh my god！ 你看，什么大洞？我、哦、太大了。哈哈哈！我几时啊？那到哪里？没嘛。哟。快点！我妈的，等下我给你投一个洞呢。因为三步就管他，十五刀也是。哥、啊，走前面一点了，你走了吗？哥，严了吗？还骂我，等下我给你投一个洞呢，你知道？我封路啊，这沙发来就倒塌个了嘛。还来剪头发？真正啊，真正唔好呀。你就这边一半不剪的，就是那，你好像用上上反的感觉，那行啊，你给他九号去剪就行。哦，是。在动，在动。Oh no! Oh my god! 弄剪了，看是这样子的，还有胡须没有动，等下弄胡须。为了你可以冲凉啊。冷刀就不好了。猪油这么多，冷不能冷刀的啦。OK。说我们等一下冲凉出来过后，就知道我们头发的发质怎样。你叫我回去就不要听，我还留着，还留啊，应该是28天，有28天，哎呀，超过28天了，好像是35天了，不知道，11号到现在，对呀，等一下我们才那个，说、so,。我们刚才、哦、就剪了头发，就我帮我孩子剪了，孩子帮我剪了，然后就天天的头发。过后不用紧哦，我们在手机里面他们说可以发电视来开哦，那其实开了，没有看，没有看啊，忘记了。过不用紧啦，说如果真是有开的话，我也不会去理发店那边剪头发，因为我又担心那个病被传染或者是其他原因。说、so, 是这样子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去拍我的孩子。哎，是我的儿子的头。就今天我帮他剪，他帮我剪。我帮他剪，他帮我剪了。因为这期间在quarantine的时间的时候，我也不敢去尝试那个啊什么什么那些理发店的问题啊，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剪。OK。